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到果园里面来摘苹果。看这位大叔的话多细腻啊，爬上树尖就开始摘苹果了。这里的苹果的话比较红，因为的话这里紫外线非常强烈，阳光非常大，阳光明媚呀。摘满一小筐了，现在还有这边的。快点摘！这个今年的苹果价格怎么样呀，大叔？差不多买5块多。哦，还涨价了？涨价了，真的。哦，涨价了，涨价了。去年卖多少呀？现在了买1块多2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今年嘛，没找现在。去年的话，雪灾被冰雹打了一些，才卖1块多。今年的话卖5块多呀。卖5块多。哇塞！今年也卖5块多。哦，还可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那里的苹果卖多少钱一斤呀？有没有我们这里的这种大凉山的盐野县的苹果红呀？这种苹果的话是纯天然无污染的。自然生长，太阳晒红了，太阳晒红的，这紫外线特别强烈呀，看见没有？紫外线太强了，我们这边紫外线太强了，就是没有打过蜡，也没有打过催红素，没打蜡，没打催红素，自己成熟的。催红素不打啊，不打那个东西哦，很甜啊。5块钱一斤，大家说贵不贵呀？五块应该不贵啊，像这种。红腿子大的嘛。红咚咚的这些苹果。腿子大了，我们在那个杆上就开了嘞。你管得上？你是一公斤也差不多。公斤？你比一文钱干嘛？一斤的杆子不开。他带过5块，人家销售不卖给你。是啊。一斤就要卖5块，看见没有？5块钱还不卖给你。对对对。你那工钱都好贵啊，他再说你咋不承认？好了，一会儿把这些苹果拿去打包发走吧。哦。今天来看一下这里有多少苹果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喜欢更多农村视频，请关注小刚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